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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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。Hello， 各位，这里是笑范音乐。自古军训出人才，军训作为新生入学的首次集体训练活动，我上学那会儿是这样的，这样的，加油看，去，还有这样的。但我发现如今的军训简直就是学生们才艺展示的舞台，而且这年头你不提前准备点才艺都不好意思被太阳晒啊。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军训时那些惊呆教官的才艺秀吧。要说学妹作为一个可爱的群体，本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然而当她们跳起舞来时，那场面岂是教官能控制得了的。不过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斗舞场，一些男同学却出奇制胜，跳起了极乐净土，妩媚的眼神，妖娆的身段，确认过眼神，是我比不起的人，估计跳完连男朋友都不愁了吧。我说教官，赶紧加强军训吧，还有力气跳舞呢。但就算不会跳舞，咱新生也能狂炫第二技能，用歌声征服你。我本以为是青铜，没想到竟然还是个倔强的青铜。但老话怎么说来着，姜还是老的辣，学哥学姐们的慰问演出分分钟夺回主权，这样的慰问表演请给我来一打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留言，明天见，拜拜。